失眠药，深夜大长篇。第十二集，一不小心成为了妖魔鬼怪。喂，唱加班三人组，练完歌未啊？今日开唔开心啊？哟哟哟！今日练完啦，啱啱分道扬镳咗，距离歌姬嗷嗷嗷杨嘉怡登台演出嘅日子仲有一个星期咋，今日进度良好啊！佢只系走咗十粒，唔系好过分嘅音咋。张 Sir， 我系会俾八十分，有九十分系鼓励分嚟嘅。嗱，张日欢啊，你好啦，你唔好成日虾杨嘉怡啊！你咧见到佢咁努力，你唔觉得好心动嘅咩？我见住你啦，你睇佢唱歌嗰个样，眼金金色迷迷咁样，点啊？你哋两个依家都单身喎，使唔使我搵条皮鞭绑埋你哋一齐，再互相碰下撞下，俾啲火花你哋咁啊？阿玛利恩，点解你越大个人咧，你讲嘢就越核突嘅咧吓？不过阿姐，我今日唱得好咗，心情又好咗，见你又咁落力帮我，我就唔同你计啦。嗯，哇，阿姐你意气风发添，你烦完咧就到我烦啦，金铺。话你哋知啊，阴间呢度咧都有好似杨嘉怡公司嗰啲 annual dinner 呢啲咁麻烦嘅 party 嘢噶。唉 ，When？Party in 阴间咁癫癫，喂大日子喎、哦，一定可以玩到好癫啦、啊，真系可以玩到头都甩埋出嚟嗰只啊！抄到老布缺氧，震到放下自杀。你就觉得玩到好癫咯？首先我本身就唔中意 party 嘅，第二唔系你想象嗰啲嘢嚟噶。呜、啊，你介绍下。知道如海大人，下星期咧，我哋阴间将会举办传统大型活动。百鬼夜行祭，每年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神明参加百鬼夜行祭㗎喎。今年轮到月夜见尊大人都有份参加，咁所以呢我哋月夜见尊大人旗下嘅妖魔鬼怪全部都要一起支持佢㗎。我作为妖，如海大人作为鬼，当然都要出席啦。唉，係啦。总之呢，你哋就当好似系嗰啲航空公司年头搞嗰啲花车巡游咁咯。月夜见尊大人咧会负责一架花车，咁我哋就类似要喺后面唱歌啊、跳舞啊，好似嗰啲空姐空少咁咯，拍下手啊、转下圈啊，唔知使唔使笑到好灿烂添啊，大佬。要笑得开心啲噶，表演得最精彩嘅神明队伍咧就会胜出，系阴间神明最大最大嘅荣耀嚟噶。哇，听落好精彩喎、啊、但係同时终极恐怖囉。咁即係我想问一下啦，咁妖魔鬼怪呢四样嘢其实有乜分别嘅呢？乌仔，你解释，你解释得唔好呢我打死你㗎吓。我都唔係话好清楚啊，咩大人。唔好打我，唔好打我，唔好打我啊！等我嚟啦。通灵人咧都有讲过俾我知嘅。嗱，妖魔鬼怪系分别唔同四样嘅嘢嚟嘅。咁啊，由动物成精再变出嚟嘅咧，咁就系妖啦。咁本身喺阴间存在嘅原居民咧，嗰啲系魔嚟嘅。嗱，人死咗之后就变做鬼。咁死物吸收啲日月精华，慢慢变出嚟嗰啲咧，就系怪啦。哇，正啊！咁百鬼夜行就真系阴间大集会啦，喂！唔知见唔见到我最想见到嘅单棍春同埋多棍春呢？哎呀，最衰我未死啦，唔系我都想睇下。我唔该你啦，张日欢，你咁大个人，你仲乱讲嘢嘅？你甩口水讲过添啊！等阵你真系有啲嗰啲乜鬼黑白无常喺度扯你落阴间，咁啊唔知点算啊！
哇，张日欢，你睇下人哋几担心你，你噏句废话，佢都咁担心啊！沟佢啦，沟佢，沟佢，沟佢。点啊，马姐，你系咪妒忌啊？妒忌咧，走去搵嗰个99%嘅刘子源啦、啊。杨嘉怡担心我啊，系出于友谊嘅光彩啊。呢啲人唔识噶啦，我唔准你厌恶我哋嘅友情啊。呢啲咁嘅无情嘅女人，我依家咧就唔会乱咁介女嘅。我要好好咁装备改进我自己，等 Eugenia 有回心转意嘅一日。哇，张生咩年代翻嚟啊？马姐都算啦，介女你都讲得出口啊！几年前啊，潮爆啊你真系！哎呀，我唔同你哋讲废话啊！如海，咁你其实做咩咁烦啫？都系出去行下啫，你咪当系识下朋友咯，好心你啦。唉，都去咗第二度噶啦嘛，唔好成日发挥你嗰啲如海 power 啦。咁鬼内向啊，做鬼做人都冇着数噶。唔系啊，我都唔系惊呢样嘢。唉，其实都有少少惊，不过最惊唔系呢样咯，最惊系月夜见尊大人要我做今次百鬼夜行嘅道具设计统筹啊！你哋知唔知？过咗几个月啦，都佢满意过我嘅设计，五只手指都数得晒啊！话时话，如果佢满意咗你啲作品啦，咁佢点样改变人间界嘅神句啊？即系庙宇嗰啲咧，咁唔通佢自己落嚟装修啊？唔系啦，俾我讲，每个神明咧喺人间界都有手下噶，有啲咧就叫做先知，有啲咧就叫做大师。月夜见尊大人嘅手下就叫做贤者，佢哋接收咗大人嘅神谕之后咧，就会开工噶啦。哇！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！唔该晒你啊，今日 VIP。喂，不过咧讲真啦，都系设计啫嘛，应该唔会太难到你噶。你记唔记得啊 ？Year Two 一年一度 Hall Fest 社团制啊，成件事设计都系你噶啦，大受欢迎啊，几威水啊！我嗰阵时啊，由尖沙咀啊讲到对面海都知道你系我 roommate 啊，哈哈哈！唉，嗰时大学嗰啲柴娃娃嘢又点同啊？这个比较就好像杨嘉怡要去参加那些乜鬼星光大道啦，然之后你同佢讲吓，你幼稚园都唱过歌啦，咁样咯，你明唔明啊？但系嗰次真系好开心、啊，唔单止啲设计好靓啊，成件事又好玩又好睇。有几次啊，我学校搞开放日啦、啊，我都喺呢单嘢嗰度攞灵感嚟整展板嘅啫。喂呀，你唔好再提呢件事啦，嗰次、啊。简直是我的人生污点啊！是咯是咯，啲咁耐嘅嘢咧，真系唔好提啦，都冇人记得嘅。啊，如海，你今次个百鬼夜行有冇话有啲咩主题噶？我哋俾啲意见你啊。咪就系平时月夜见尊大人啲要求咯 ，minimalism 啊，但系 minimal 得嚟咧，又要凸显到佢嘅神圣、啊。仲有啊，听闻早几年呢，佢喺月亮系神明嘅排名呢就低过月老大人，咁佢就耿耿于怀。所以今次我真係唔知点搞好啊。唉。唔係喎，咪住先。我好想知乜嘢人生污点喎，点解唔记得嘅 ?Marianne, tell me, 告诉我其实你其实发生咩事 ?Yeah!喂呀，人哋都话唔想讲咯，你咪唔好问咯。你再咁多事咧，我就斩晒你啲手脚，放你入个缸入边，然后净系等你喺度一味惨叫惨叫喺度唱歌，唔识讲废话。唉，算啦算啦算啦，杨嘉怡都过咗咁多年啦，你话俾佢知啦，唔紧要啦。咁一个倾国倾城嘅美人，唔系系皇后级嘅 KOL， 都总有啲俾人见到失意嘅时候嘅。OK 啦 ，OK 啦，你帮哀家话过俾佢知啦，吓、啊，我嘅小宫女，嗯。哇，我梗系唔会出卖你啦，呢啲咁嘅嘢唔鬼使再提啦，而且好小事啫。唉，讲翻如何啦。喂呀，唔得啊，唔可以吊住我条人噶，我会成个礼拜啰啰挛瞓唔着噶。
我的小宫女不出卖我，不肯讲，我就自己讲，费事你这个垃圾废柴佬在那里问了我一晚上。那阵时啊，这个 Hall Festival， 今天叫大家要穿得好靓咁嘅。咁那阵时候，我的死对头 Janice Wan 啊，跟我抢过三四十只冰糕的八婆，你哋记唔记得啊？佢啊，着晒啲名牌子啊，扮晒嘢咁样啦，有 LB 个 channel 咁样走过嚟挑机，跟住啊，喺度走过嚟话。啊！你条裙喺边度卖噶？佢系咪是但 up 嗰啲外国牌子出嚟咯？咁啊，嗰阵时啊，大学生穷啊嘛。咁我条裙咧，其实喺花园街卖噶啫。但系个八婆咧，居然唔单止唔体谅啊，仲周街唱啊，话我着街边嘢都唔紧要喎，但系又喺度扮晒嘢，扮高贵讲大话啊，仲 post 我上高登，叫我做小花花添啊，花园街个花啊，最衰嗰阵时啊。我年少无知又唔识得报仇喎、啊。如果唔系啊，我一定印晒嗰条姣婆张相啊，贴到啲灯柱啊，周围都系啊，由荃湾啊，黐到去柴湾添啊。哦，呢单我梗系记得啦。杨嘉怡讲俾 Janice Wan 知条裙喺边度买嘅时候，我喺隔篱嘅。佢一讲出嚟嘅时候啊，我真系眼都突埋啊。谂翻起嗰阵，你就唔啱啦，杨嘉怡，笑死人啦。咪住先，喂，你讲清楚一下。咩系杨嘉怡话俾 Janice Wan 听我条裙喺花园街买嘅？sorry 啊，我唔知道原来咁多年你都系唔知啊，我以为你一早知道晒成件事添。知咩啊？我乜都唔知喎、啊，系唔系真噶杨嘉怡？你头先都话都咁多年啦。过咗去我哋就唔好再提啦，好小事啫，系咪？系咯，呢啲咁无聊嘅嘢，笑两句咪算咯。Yeah, happy, yeah。嗱，话时话咧，你记唔记得咧？之后嗰次 high table dinner 仲好笑啊！我着住嗰对咧3000蚊嘅皮鞋咧，谂住威啊嘛，点知一嘢我话踩屎啊！啊，你哋嚟笑我啦，依家尽情愚弄我吧。阿杨小姐，如果是你把口讲出来呢，那就不是小事了。这个已经不是我条裙的问题了，定是是不是我有被人摆上网唱这个问题了，而是究竟你是不是真的亲口话给人知，然后还瞒足我这么多年。你答我。是的。但是我那时候不小心的啫 ，sorry 啊，不如我 PM 你啊，我 PM 你啊，唔小心，喂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嚟嘅，你瞒住我，有得唔小心的咩？咁我依家知啦，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些妖魔鬼怪啊，全部都是你啊，冇嘢啦，唔使讲啦，你啲歌咧，你自己唱饱佢啦吓，系咁啦。喂 ，Maryanne 又 quit 咗 group 喎，咁点算啊？你问下你自己啦，我唔明你做咩要咁多口，我想 PM 你我都讲唔切，我叫咗你唔好问噶嘛，你做咩系要问啫？点解你成世人都系咁噶？其实你系咪好憎我啊？而家啊，唔好嘈啦，唔好嘈啦，唔好嘈，你闹佢都冇用噶啦。咁啊，公道啲讲，呢单嘢又真系你唔啱在先嘅。咁啦，因为我哋几个自己搞清咗件事。之后再 add 翻佢入嚟啦，好冇？系咯，有咩慢慢倾咯。我唔中意见到人哋闹交啊。Last scene 第十二集，一不小心成为了妖魔鬼怪。Oscar 系余海同呜呼 ，Anson Kong 系张日欢 ，Jace 系杨嘉怡 ，Yanny 系玛丽恩。